超冷了。前面也好多了，后面也好多了，这是不是人了？才刚开始就累了，楼梯要走的累了。六 K， 哎，到山顶了。我们看那边是澳门机场，澳门的海没错，九澳的海边，九澳的高尔夫球场。哎，看到港中了。好了，到山顶要下坡了。啊，高。所以大家都差不多在这时候补充，吃的吃，喝的喝。来 ，Thank you。杯水。来，兄弟弟。他说不提供杯子，叫大家自己带水，然后我就背了水瓶，背了水袋，结果这是什么？跑回来的，最后一 K， 啊，好嘞，好帅，现在11:54。已经跑了3:53，比我们预计的有十分晚了一点，但没关系。看到了 MGM， 林总啊，对，好 ，OK， 好，起来，大家，快点，快点，快点。我终于完成了人生最长距离30公里，就是用这双鞋子。它这个鞋子最特别的就是它这边很多空洞，两个凹缝，有没有？很多的空洞，对，这个空洞是干嘛的呢？就是把它吸震的。它给我的感觉呢，是它的软硬度对我来讲是刚刚好的，它不会太软，也不会太硬。另外呢，我觉得这鞋子包覆性也是很好，它鞋底是这样子的，两层的，它旁边还有一个边，有这样子的。抓地力呢，在柏油路上或水泥地，我觉得都很好的。沙地上就稍微差了一点点。废话，有什么鞋在沙地抓地力啊？好的。这双鞋子呢，它给你的感觉就是让你觉得很像在云端上跑步一样，它的吸震效果是它最引以为傲的。跑步跑起来就觉得很舒服。所以这双鞋子呢，它中间虽然是空的，然后这里都是一格一格。之前我很怕它的这个支撑性不太好，以至于脚容易。脚板这边会被跑久弯得很痛，但是后来呢，跑起来其实不会哦，因为它这里面中间这一片它其实硬的，你看我这样好像很轻松，其实是要用一点力量才能够弯得起来，所以它支撑性是很好的。但是这鞋子有一个缺点，大家都有这个问题，就是它很容易卡石头了，刚好这种尺寸的石头会卡进到这个缝里面。另外透气性的，这双鞋的透气性已经是很够的，它这全部旁边都是洞的，全部都是洞，所以它透气性，它这上面这块布也是有洞的，所以它整双鞋子透气性是很够的。然后它后面这边是很硬的，有支撑是不错的。OK， 所以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找一下每个地方的这个品牌的店去试试看咯，我觉得还蛮值得一试的，而且价钱不贵。就我这一双的话是1200币，然后刚好有 discount， 所以就差不多800多块就买到了，还蛮便宜的。OK。希望对你有用。